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朱文书，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很多人呢刚刚过了这个 Boxing Week 的这个 shopping 啦，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继续 shopping 的，还有就在网上呢去这个购物呢也都是一个潮流。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呢就是请到了 iTech Computer 的老板，就是 Jay 上来呢接受我们的访问的。Jay 你好。你好你好，新年好。是啦，是你好。其实呢 Jay 呢都自己本身对电脑方面呢就非常之有这个经验的啦，就是帮很多的朋友呢设计这个网页啦，是不是？可不可以同你介绍其实你iTech Computer 是何時成立的，最主要是做什麼方面的業務呢？是我 iTech Computer 呢就是2000年就成立的了，這樣呢主要就是做了是網頁的設計啦，還有一些程序程式的開發啦，包括一些手機的 App 啦，的 develop 啦，咁跟住仲有喺啲硬件嘅維修啦，即係一啲電子產品啊嘅維修，咁仲有就係各方面嘅電腦嘅產品、電子產品嘅售賣啦。咁即係頭先話包括埋呢個電腦嘅維修，即係譬如我屋企如果個電腦有啲咩問題，我都可以。可以，一定可以咁啊，係啦。咁嗱，就網頁嘅設計咧，其實咧就係、是、你知咧，而家網頁咧，呢、這個社會其實咧就係、是、網頁就係你一間企業嘅一件衫褲咁樣樣咧，其實冇網頁就。就根本就係冇一個具體嘅形象，係你嘅反映咗你嘅 image， 就係你個形象嘅體驗，亦都係一個市場推廣嘅一個必然嘅一個手法。冇錯，咁樣樣啦。咁其實網頁咧就有好多種，即係例如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好似名片嘅網頁。咩嘢係名片嘅網頁咧？即係意思係一頁、兩頁、三頁，即係最基本嘅得嗰三頁、三兩頁，就基本上介紹咗你公司嘅基本嘅資料，即係例如你公司叫咩名啊，你公司係做啲乜嘢嘢啊，咁你公司係有啲產品嘅基本嘅圖畫啊，咁呢啲咧就叫做一個基本嘅網頁。最基本嘅網頁咁樣樣咧，即係呢啲係適用於一啲佢只係一個讓等大家知道你係乜嘢嘢咁樣樣，就有一個基本嘅資料同基本嘅概念，又唔需要一個好專門嘅推廣，即係比較適用於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同埋一啲係自雇人士啦。例如一些是那些payroll 啊 ，payer 啊，或者會計師啊，或者律師啊，咁呢啲好專業嘅人士咧，就需要一些基本嘅呢啲名片嘅網頁。即係等人哋一 Google 佢嘅名字就可以揾到啦，可以啦，知道佢係做咩啊，點樣可以location 喺邊度啊，電話喺邊度啊咁樣。係啊係啊，咁另外咧就係一個資訊啲嘅網頁，即係咁啊嗰個涵蓋內容又大多好多，即係就要多咗好多。例如你可能咧你曾經即係好似一啲展會啊，你參加過嘅活動啊，咁樣樣咧咁嗰啲相片啊，咁例如一啲 mortgage 嘅公司啦，咁同埋咧你入邊咧亦都有係唔少嘅員工啦，可能有你好多 booker 啊、agent 啊嗰啲地產嘅行業咧，咁你可能要 list 咗你幾十個員工、幾十個 agent 喺嗰度，咁呢啲種咧就叫資訊性嘅網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公司已經推出咗嘅，就係一個係網上商城，即係網購嘅網頁。咁咧就大量嘅網嘅資料喺上邊啦。例如一啲餐館咧，佢亦都需要好似我哋公司做嘅雅瓊餐館啊，咁佢直接可以網上訂單，咁就網上收錢。咁亦都。就好似我哋而家睇緊嘅 Amazon 啊嗰啲咁大型嘅一啲係網購啦，咁呢啲就係一個基本上嘅網頁設計。哦，即係其實頭先聽你介佢咁講，即係都好明白啦。即係有最 basic 嘅，亦都有即係話係比較係中間嘅。中間嘅，咁亦都有埋咧可以喺網上網購俾埋錢嘅。係啦，睇下你自己需要邊種啦。冇錯啦，咁另外咧就係軟件開發啦。軟件開發係包括一個係網頁版嘅。網頁版即係你用電腦嚟去打開嚟去運行嘅一種嘅軟件，即係適用於係各行各業。即係例如我每一個企業都需要佢一個管理系統，咁樣樣咧，我哋公司係可以幫你度身訂造你間公司嘅管理系統。咁亦都係包括埋一個係手機。而家呢個世界係冇手機，
行唔通㗎啦。咁去到邊度都機不可失㗎啦，係啦。咁你去到邊度，你都係攞住你嘅手機，即場可以睇到到你公司入邊嘅，包括你嘅銷售，包括你嘅人員嘅操控，咁仲有包括上你嘅一啲資訊，就例如任務嘅下達，咁樣咧，咁各方面嘅資訊你都可以揸住部手機，就基本上已經清楚曬啦。哇！咁其實即係覺得你哋啲服務都即係幾全面嘅咯喎，都好全面啊，係啦，係。咁嗱，咁講到頭先就係即係你話而家好多人都好興就呢個網購啦，係咪啊？咁啊，網購咧就係而家個網，即係去個 website 嗰度咧，就即刻自己買嘢啦，同埋咧俾埋錢嘅。咁其實你哋 IT computer 有咩特別嘅好介紹咧？網購方面，我哋嘅 IT computer 咧就已經推出咗我哋自己公司嘅網購。咁樣樣咧，就完全咧就係可以咧上我哋自己 iTech 嘅網站，可以直接係落單同埋購物。咁你就足不出門啦，咁你都可以喺屋企啦，就直接收到 iTech 寄俾你嘅貨啦。咁其實最近你哋係即係推廣邊方面？即譬如我哋入到你嘅 iTech computer， 最主要係買邊方面嘅呢一個嘅 product 咧？而家網購主要的推廣咧，就係會係打印機的消耗品，就例如你而家用緊嘅啲墨水啊、碳粉啊，咁呢個每個人都一定用嘅，包括學生啊、翻工啊，每一個人都要打印嘅。咁樣咧，呢一種咧就係你直接你突然間打下打下做緊功課嘅時候冇咗墨水嘅時候咧，咁你就好麻煩啦。咁你係最急救啦。係啊，咁我唔可能咁啱上送貨俾你。咁你 click 個掣 ，click 個掣嗰個貨咧，第二日就會到㗎啦。咁一日啦。係。咁其實嗱，你都講到你話，就算係買呢啲 printer 嗰啲 ink 啦，都要分好多種嘅。咁其實都即係好似幾複雜喎，係咪？即係其實點樣分類嘅咧？直接喺個網頁上面已經幫你分類，同埋你可以直接搜索，即係每一個牌子，包括係 HP 惠普、Canon、Gaylin 啊、Epson 啊、愛普森啊，各方面全部大嘅有嘅品牌嘅所有嘅貨品都會喺個網站上面應有盡有，而且價錢非常好。而家係做緊係大促銷，係一買$100送$10。咁譬如係最主要係邊一類型嘅printer 咧？定係所有唔同類型嘅 printer？ 所有唔同類型嘅 printer 都有喺度嘅。都有嘅，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啱啱即係開學嘅時候，啲小朋友啊，真係其實都好值得去即係搜索一下咯喎。咁啊，梗係要啦。係啦，係啦。咁啱啱講到幾樣嘢啦，頭先網購啦嚇，網購啦。咁仲有咧就係講翻你話嗰個網站嘅設計力都有好多種嘅嚇。咁其實你覺得而家嗰啲人咧潮流比較興係邊方面嘅多啲咧？而家其實咧，全部咧都係會係喺一個偏向於中間同埋網購，即係仲有一個係一個叫做會員制，即係可以有一個自己嘅帳戶登錄，可以將你自己過往嘅一個購買歷史啊，或者你做過嘅一啲記錄啊，全部登記喺你自己嘅帳戶入邊嘅一種會員制式嘅一個網站。係啦，咁其實。如果要設計一個網頁咧，其實第一步啊，點樣開始着手咧？即係譬如好似我要設計一個網頁啦，咁即係你點樣同個客人，即係第一步嘅程序應該係點樣做法？首先我要知道你嘅需求即係你嘅 requirement， 你同埋你要呢個網站嘅目的。咁就由呢一度咧，我會知道會由你會選擇呢三種類型嘅網站網頁，你需要其實係揀邊個？咁樣樣。例如好似譬如我做一間廣告公司咁啦，做間廣告公司，咁通常係從即係邊一方面去入手，即係係強調邊一樣嘢喺個網站上面俾人知道比較好啲咧？咁就要睇你公司嘅主打，你公司主打係廣告，咁同埋你廣告公司入邊嘅各種類型，你係做一個展銷會嘅廣告啦，亦或係做一啲活動咧 event 嘅廣告啦，亦或做一啲係媒體嘅廣告，咁每一樣嘅設計唔同，但係其實最重要一樣嘢，網站只係一個前提。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例如好似你間公司，你成立都係一個前提。最重要係點樣樣將喺幾千萬嘅網頁之中將你推廣出去，呢個咧就叫做 SEO 啦，即係就叫做谷歌搜索引擎，亦都係一種市場嘅推廣。咁我公司亦都有呢個服務嘅，係令人哋喺 Google 入邊，即係例如你。推高啲咁啊？冇錯啦，將你擺喺首頁，當你搜索嘅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一定上 Google， 即係上谷歌去揾嘢，即係去搜索佢需要嘅嘢。咁樣樣咧，當例如好似我係做一間餐館，我今日而家我想去order 一個嘢食，咁跟住我會打咩乜乜乜中餐咁樣樣。咁當你有呢一個關鍵字嘅時候，點樣樣可以將你做好，我哋公司幫你做好嘅網頁，推到去令觀眾、令嗰啲搜索者好快揾到你，電腦係啦，好快喺第一版或者前十頁可以揾得到你。其實呢個真係好重要喎。係啦，呢樣嘢係最重要嘅，即係你做一個網頁就係為咗你個生意，你個生意點樣可以推廣，就要靠呢一個 SEO 啦。咁其實咧，即係其實。雖然是簡單地講一個設計網頁，原來入面都有很多即是技巧的東西，是吧？是都有是啦。所以呢其實呢今天就Jason 來跟他介紹了一個這麼好的消息，也可以網購買一些，即是學生開學了，可以買一些他的 printer 方面有些的 ink， 所以呢即大家也都有什麼問題詢問都可以直接找IT Computer， 或者跟我們講下你的公司的地址和電話是怎樣。我公司就在 Warden & Steel， 大家熟悉的那個世紀廣場的77號鋪，也都會可以上我們公司的網頁樣，可以直接聯絡我們，可以打電話905-480-9600。好啦，今天就唔該曬阿 J 咧，上嚟同我哋介紹咁多嘅好消息嘅，咁亦都係祝你喺新嘅一年咧，就係生意興隆啦！多謝多謝，唔該曬。